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来就来吧，还要花钱啊！你说你们让其他的观众怎么办？刚才这个。我们两位演员啊，闫云达、史爱东，对，闫云达是我大徒弟，表演风格以前一见长，我骨子里有种很猥琐的东西，您理解啊？那错不了，麻木良乡各有所长，站里边那个叫史爱东，对，现场来了好多喜欢史老师的人啊，史老师的粉丝到哪儿都举个牌写着史，多脏啊！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。换上我们哥俩来了。哎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应该是合作十多年了。离开他，我的人生没有意义。嚯！实话实说啊，您客气。心里有别扭事儿，跟谁说？跟谦儿哥说。关系好嘛？人生难得一知己。哎。在我的这个就不用再介绍了。人生难得一知己啊，我这改品种了。别改，别改，可不是别改吗？我特别感慨，是吗？十几年的光景，一眨眼就到了，那快。谦儿哥今年是44，可不，你绝想不到，怎么着？4年前，这是个仅有40岁的人。哎，嘿。往前倒岁数谁不会呀？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倒是很快。哥俩的感情用话说不清楚，还真是，我是无法报答。那您又客气，你就盼着吧啊！有一天我要是当了皇上，我封你当太子。那那我就别盼着了，我盼着盼着盼着一儿子，我有好处啊。是吗？我当了皇上了啊！我那些好东西都是你的哦，这都留给我呀？那个那大包袱皮装好了一记哦，乾清宫正大光明那个匾后头都搁那儿一塞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就盼着我死就行了啊！我就盼您死。哎，跟屋里正抽烟呢啊，来电话哦，父皇驾崩，最后还占一下便宜。我就没有了啊，就死了。你就乐吧啊！大家出来，赶紧奔故宫，排队买票。啊、哦，你先哪儿哭啊？得哭一哭，这哭哭去吧、啊！我都太子了，我进故宫还买票？啊，不用排队。哎，废话，那也不叫什么优惠。进乾清宫啊、哦，让保安扶着你。还有保安。